来过婚也可以很幸福。哎，谢谢谢谢安老师。好，那我也要回送礼物。一定要一定要。来看一下安老师的礼物是什么啊？好期待哦，因为最后一个压轴的话，我觉得会不一样。哦，请看，大家看得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字吗？这是一个 A 字，用花圈围成的一个 A 字，象征着我们的学长坤坤是上一届的最优秀的 A， 然后 C 位出道的这个学长，然后因为他不忘初心，回到了这个他最初最爱的这个舞台，然后将他自己的经验要继续传承下去，也希望我们青春有你也可以一直一直的继续下去。好，祝福你。来，请二老师给蔡徐坤颁发 A 蓝。好，那我们拿着各自的礼物一起合影留念，好不好？来，坤坤，哎，二老师，你要跟这个袜子很好的互动啊！来，四位，来一起合影留念。